脉四条，方十一首，九法一首，干时热左手关上脉阴时者，足厥阴经也，病苦心下肩满，肠两胁痛，息愤愤如怒状，名曰干时热也。治干时热，阳气浮邪热，喘逆闷恐，目视物无明，狂悸非异而言。逐利泻热汤方，逐利一升，麻黄三分，石膏八分，生姜芍药各四分，大青栀子仁生麻茯苓玄参之母各三分，升格八分，上十二味举，以水九升，煮取二升半，去籽，下逐利，煮两三沸，分三服，虚利，下芒硝三分，去芍药，加生地黄五分，山矾方无石膏，生姜、芍前糊汤方治干时热，目痛，胸满，气急塞，泻肝。前糊秦皮细辛栀子仁黄芩生麻蕊仁决明子各三两，苦竹叶切一升，车前叶切一升，芒硝三两，上十一味举，以水九升，煮取三升，去籽，下芒硝，分三服。又一方有柴胡三两，共十二味，防风煮散方治干时热，梦怒虚惊，防风茯苓微蕊白术橘皮，丹参各一两三分，细辛二两，甘草一两，生麻黄芩各一两半，大枣三七枚，射干一两，酸枣仁三分，上十三味至下筛，味粗散，以方寸两比薄果，以锦花水二升煮，时时冻果子，煎取一升，分服之，日二。远至主散方治肝邪热，出言反常，乍宽乍急，远至射肝杏仁大青各一两半，茯神葛根甘草麦门冬各一两，芍药二两，上十三味至下筛，味粗散，以水二升五合煮竹叶一升，取之用煮药一比半，煎取八合为一服，日二。以绵果散煮之，地黄煎方治邪热伤肝，好生悲怒，所作不定，自惊恐，生地黄淡竹叶生姜车前草甘蓝各切一升，丹参玄参各四两，茯苓二两，石膏五两，赤蜜一升，上十味举，以水九升，煮取三升，去籽停冷，下米肝胆俱实，左手关上脉阴阳俱实者，足厥阴与少阳经俱实也，病苦胃胀呕逆，食不消，名曰肝胆俱实。肝虚寒，左手关上脉阴虚者，足厥阴经也，病苦胁下肩，寒热腹满，不欲饮食，腹胀意义不乐，妇人月经不利，腰腹痛，名曰肝虚寒也。补肝汤方治肝气不足，两胁下满，筋急不得大息，四肢厥冷，发强心腹痛，目不明了，及妇人心痛，乳痈，息热，消渴，找甲枯，口面青者，甘草桂心山茱萸各一两，千金亦作乌头，细心桃仁千金亦作蕊仁，脖子仁茯苓防风各二两，大枣二十四枚，上九味举，以水九升，煮取五升，去籽，分三服，补肝散治左胁偏痛久，素食不消，病目 KTKT 昏，风泪出，见物不审，而逆风寒偏甚，消食破气止泪方。山茱萸桂心属玉天雄茯苓人参各五分，川芎白术独活五加皮大黄各七分，防风干姜丹参农圃细心桔梗各一两半，柑橘花甘草各一两，灌重半两，橘皮三分，陈麦曲大麦各一升，上二十三味至下筛，酒下方寸比，日二。若食不消，
食后服，若止痛，食前服之，补肝久治肝虚寒或高风眼泪等杂病。酿松高酒方，松枝十斤细挫，以水淹浸一周日，煮之，细细皆取上膏，水结更添之，之浸更水煮如前，淹浸去，火停冷，之当审下，取一斤，酿米一石，水七斗，好取末二斗，如家常酿酒法，仍冷下饭，封一百日，之米驱病消尽，酒香满一室，细细饮之。右方取枸杞子捣碎，先纳卷袋中，率一斗枸杞子，二斗酒自弃，密封泥瓮勿泄，曝干天，防风补肩方治肝虚寒。木 KTKT 事物不明，地势生花，防风细心川芎白藓皮独活甘草各三两，橘皮二两，大枣三七枚，甘竹叶。上食未举，以水一豆二升，先煮九味，取四升去子，下蜜更煎两沸，分四服，日三夜一，若五六月以燥气注，冷水藏之，槟榔汤方治肝虚寒，胁下痛，胀满气急，目昏浊，视物不明。槟榔24枚，母姜7两，附子7枚，茯苓橘皮桂心各3两，桔梗白术各4两。吴茱萸5两，上酒未举，以水9升，煮取3升，去子，分温3服。若气喘者，加川芎3两，半夏4两。甘草二两，肝虚目不明，酒甘于200壮，小儿斟酌可酒37壮。肝胆俱虚，左手关上脉阴阳俱虚者，足厥阴与少阳经俱虚也。病如恍惚，失觉不知人，望见，少气不能言，时时自惊，名曰肝胆俱虚也。